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在下列的下方的格子内填入适当的数，填完以后相邻三个数任意相邻三个数它的和是负六，那么它问 x 等于多少？既然是相邻三个数都是负六的话，那这个数跟这个数要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三个数加起来负六。这三个数加减负六，这两个数是重复的，所以这个数跟这个数要一样，也就是这个是 2x 了。这两个数一样，这个数跟这个数一样，因为这个三个数加起来负六，这个三个数加起来负六，所以这也是 2x 了。我看看这个是一二三的负四，一二三，x 没错。这是 2x 平方，我抄错了，2x 平方了。那这个也是2x 平方了。就是说这三个数加起来负六，这三个数加起来负六嘛，这也是 2x 平方。再来我们看这个负四这个三个数加起来是负六嘛，这三个数加起来负六。所以这也是负四然后的话呢，所以这三个数加起来要等于多少？等于负六，因为相邻三个数加起来负六，也就是说 2s 平方加 4x 减4加起来要等于负六。那我把这个移过来以后，就是 2s 平方加 4x。加二等于零，那约分的话就是 s 平方加 2x 加一等于零，那这可以完全平方吗？加一平方等于零，所以的话你要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必须x 要等于负一当然我们还要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。那如果这是负一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二了。负四，这是二，所以这应该是负四，二负四，二，负四，加起来都是零负六，就是说两个负四一个二嘛，加起来负六，两个负四一个二嘛，这个话也是两个负四一个二嘛，两个负四一个二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所以答案是 x 等于负一